这个我刚买的积木人盲盒竟然都给我偷走了，这个大怪兽也太可恶了！还好全部都找到了，晨晨现在我们一起来拆龙战士星元积木人吗？好耶！我要先来拆，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。我来拆这个，那我就拆这个吧。我的是雷霆摩托车，我拆到的是烈焰冲锋车，来拼一拼啦！我的摩托车拼装完成，现在开始贴贴纸啦。烈焰冲锋车也拼装完成了，我们还要再拆一个。哇，我拆到了幸运荣光剑。我这次拆到的是飞檐跑车，我的飞檐跑车也太帅了。我的幸运荣光剑才是最帅的。龙战士星元积木人，今天我们就拆这四个吧，剩下的两个我们下次再拆。收集到六款，还可以合体为超星元赛车王呢，好期待他们合体的样子呀！